色哦，好像是蒙古系的一个选手，717号，掌声有请。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是《走进西藏的闽南语版》。这个歌因为我昨天临时来参加比赛，昨天临时就是进决赛之后呢，我临时决定要唱一首什么歌，后来就这首歌就因为我非常喜欢，我去过西藏很多次，很有感情，所以这首歌就到了我的脑海当中，那就临时把它改编成那个闽南语。然后这首歌曲原唱是李娜，那她有她的诠释方式。这个伴奏呢是我重新编曲、重新制作的。然后我唱的时候会加入一些西藏的唱腔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对，我觉得我的这个。